TVB 节目《东张西望》去年嘅十月报道一宗怀疑医疗事故，令到原本活泼可爱嘅六岁小天鱼惨变植物人。天鱼爸爸琴日喺 Facebook 群组《天鱼医疗事故关注组》上载短片，指天鱼第一次听到姜涛嘅蒙着嘴说爱你，眼珠转动有眨眼嘅反应，颈部轻微移动并哼咗几下，令到爸爸相当激动。爸爸更加承诺之后会多啲播放姜涛嘅歌曲俾佢听。没事啊，就先唱歌啊，乖。你咪中意听姜涛啲歌啊？爸爸以后多啲播俾你听啦，好唔好啊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姜涛。星岛头条 App 全新面貌已经登场啦，大家快啲去下载啦！立即下载星岛头条 App 啦！